好，放心放心，不会。刚刚人家拿四分啊，你们要加油啊！张立东最喜欢哪一位绯闻女星？一，方志友啊；二，乖乖；三，小茉莉。不能问这个啦！哎，住嘴！哎，住嘴！他都没讲话，看上面，他刚上次都没讲话，用笔的。用笔的，用笔的，用笔的，还讲话？用笔的，用笔的，用笔的，用笔的。好，请准备。拿高，一、二、三，开！中了，中了！打到了，又打到了！打到了，睁眼讲到睁眼的。睁眼啊！哎，问题方志友已经嫁人了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因为他跟我交情比较好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刚有笑到，哎，出糗鞋那样了。哎呀，哎，好了，一题过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他帮你自己要睁眼啊，厉害哦！睁眼把他打掉了。第二道题目，张立东看妹第一眼看哪里？一胸，二腿，那么好猜。三脸，一二三，出来。人会变的，人会变的。没有，脸跟胸你都有啊。对啊。OK， 好，举高。熊熊最常穿的比基尼是什么颜色？好，一红，二白，三黄。一、二、三。有了。知道啊，对啊，你没有，因为红色很少会穿哦，那黄色又挑季节哦，就是白色比较白，红色是特殊时期才会穿，你说抓交替的时候，对对对，我有分数很高哦，两题喽，厉害哦，厉害，来下面一道题目，熊熊，不要这样，哎。不紧张，他会看到。对哦，哎呀，以为我们傻瓜，不傻。这个角度厉害啊！举高举高。我越看上面。熊熊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一三至五位，二六至八位，三八到十位。连小熊也不知道。以上皆非。哦，注意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开！你喜欢打到退出演艺圈了？没办法，最后一道题目，熊熊的初吻在几岁？哇！一十七岁，二十八岁，三十九岁。